昨天是6月1日儿童节，一家大小在外面玩了一整天，真的累翻了。今天起床整个人都快散架了。原来陪小孩子玩比自己锻炼要累多了，以后要减肥，就陪小孩出去玩就好了。过一段时间一定会瘦，呵呵，开玩笑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直平常我们很少机会吃的蔬菜，应该是属于野菜吧。因为这菜在市场也不是常见的，是一个亲戚过来做客带给我一些尝尝。第一次看到这种菜，觉得叶子红红的，蛮好看的哦，就是不懂叫什么名字。后来才知道这菜叫苋菜，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叫法，其中一个称呼为寒菜，这我还在网上搜索才知道的。通常这种野菜口感我觉得都不会太好，所以都不受大众欢迎。可是营养价值却比我们自养的普通蔬菜要高，我这个人就比较爱尝新鲜，各种没吃过的食材都想试试味道。今天就用这野菜做一道简单小炒，蒜蓉炒苋菜，尝尝看好不好吃。苋菜炒出来是红色的，呵呵，有点恐怖。原来苋菜分为红苋菜和绿苋菜，我今天炒的就是红苋菜了，红的可比绿的营养还要高哦。苋菜有长寿菜之称，它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元素，其中以钙质和铁质最为丰富。大家一起决定菠菜含铁质高，其实苋菜铁的含量是菠菜的一倍，钙的含量则是三倍之多，果然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其次，苋菜还是女士减肥瘦身首推的食用蔬菜，常吃可以减肥排毒防止便秘。野菜吗？粗纤维当然是很多的了，夏天吃还有清热解毒去肝火的效用，反正长期吃对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有好处了，值得向大家推荐。蒜蓉炒苋菜食谱总览，分量四人份，类别快手菜小炒，料理时间10分钟，难易程度材料苋菜500克，大蒜3瓣，花生油适量，盐适量。操作过程：一、大蒜拍扁去衣剁碎备用，把苋菜老根腐叶摘除，用清水清洗两遍后放入淡盐水中浸泡15分钟，捞出沥干水备用。锅中烧开水，把苋菜放入锅中焯烫至微软后捞出沥干水备用，焯水时间不能太长，就简单过一过水就可以，不要把营养都煮走了。二、起热油锅炒香大蒜。三、倒入苋菜，大火翻炒均匀，炒的时间不用太长，2分钟内完成，炒太久全出水了，菜叶就不好吃。4、炒至九成熟，如图所示，加盐搅拌均匀即可出锅上菜喽。你看我炒出来的苋菜是干身的，不会水水的，这样炒出来才好吃。很简单的一道家常菜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肉肉厨，每天我会更新各种菜色，有兴趣的吃货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个人号 Yang Jing Shi， 大家可以沟通交流，谢谢大家。